我没事，一定要想办法认识那个女生。杜明翰要去音乐学院寻找一个神秘女子，我要普通人的生活，包括爱情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你好，我是阿德，我是小青，我对流星雨其实不太感兴趣。我见义勇为放你开。我一直很喜欢你写的作品。不敢当。别把我神话了，你说你知道我们普通人常常会把不到自己喜欢的女生喽？我说的是知恩，不是爱情。你根本没有用性侵。硬性名模玩够了，现在跑来玩普通女孩。叫什么名字？